各位电视机所头前，我敬爱诸位咱的菩萨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非常感谢着咱电视机头前咱的菩萨，以及咱网络的菩萨，点点来间付出，对着咱社会公益，咱这菩萨阿辉啊，伫遮再一次甲恁感恩。13年啊，小张辉公益电视台。咱成立13年，这13年来，按第一年到13年当中，阿辉啊，会当讲经过近啊千人来共咱参与过的这个慈善的活动。同时，我扛着咱的导演两个人，开两台车，就来出门，到了咱。教养院、育幼院，还阁有低收入户，还阁有个案，咱一步一脚印，安尼行，安尼做，咱无募款，咱无对着咱外口社会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个团体去共募款，全部拢是用着咱。自卑的心，欢喜的心，家己虽然像咱有看到的物资、白米、豆油、沙拉油、卫生纸、清洁用品，这拢全部一切拢是咱这菩萨，恁家己自愿来捐出啦。为什么收据单？人话人在问讲阿伟啊？还是安怎收据单，还写一个代码是甚物意思？恁甲恁辛苦赚的钱，每一工上班赚钱，也要维持生活，甲恁另外的钱欠起，伫咱社会帮助了咱这弱势团体，咱袂当浪费掉。佮而且，为什么要写代码这两字？就是讲。恁把恁的钱，辛苦赚的钱，摕来予咱阿辉阿姐，予咱财务长，咱总数起来，然后看有偌济金钱，做偌济工课，所以恁的钱是阮代替收来，代替买物件，叫做代买。另外呢，一只我上该甘心，为对我11年、12年。甚至7年、8年、5年、6年，甲最近过来加入的拢有。伫咱短短的时间，有咱的这个新的团体来加入到咱哦，这个哦慈善的，像咱也来甲成立到咱的顾问团，嘛足甘心有咱这个哦，本来是咱这个哦杨茂镇顾问团长。这个就啊，予咱陈志玲顾问团长，安尼来都敢带着咱顾问团，来敢支持着咱的时段，咱的物资，另外，还佫有慈善歌友会，慈善歌友会，咱的刘炳煌会长、陈一龙会长、陈青龙会长、秘书长，还佫财务长，遮大家拢做伙去啊，另外还佫有。小张辉义工团队，哎，足甘心啦！啊，咱的义工团队有咱的红队长洪炳辉，还佫有咱的副队长林志宏、组长嘉琪，因安尼拢安尼敢收经，还佫有360行好友联谊会，咱的公关组长秀华姐啊，陈秀华。因遮哟干部一步一脚印，安尼行安尼做，敢带咱的团队做伙做，今仔日阿辉啊，才有这个力量。伫这13年来，小张辉的我，会当讲着讲吼，社会是非常的温暖。我希望着讲每一位咱电视机头前咱的菩萨，网络咱的菩萨，你爱护咱哦，阿辉啊，会当讲吼有这个机会。继续，搁来甲延续，来甲带落去，予咱社会需要着咱帮衬的人，拢会当予咱小张辉公益电视台所有咱这菩萨，
大家来尽一份心。咱每一天的夜晚时啊，伫咱新永安有线电视台夜晚时啊，九点半到十点的时间，咱来做着咱这个节目。所以呢吼，咱的电话啊，拢一只哦，空九一空七四二一空二，无嘛，还阁有咱这个电话，空九一空七四二一空二。夜晚时啊，咱九点半的时间到十点的时间。希望着咱所有咱的好朋友，咱的菩萨做伙看，每一届咱要出力哦，做慰问，都、就是有主动咱这义工团队，大家拢做伙来，做伙做，啊！伫咱新的一年，112年，咱更加就是爱团结着咱的力量，但是会记住，我们还是不募款，无募款，咱袂用的募款，但是。阿辉啊，来做宣传，希望着恁同我拢做伙行公益这条路，咱继续行落去。伫遮代表着咱弱势团体，甲咱电视机头前的菩萨，以及咱网络的菩萨，第120,000元啊，咱的谢意，予咱遮个弱势团体有一嘴饭通食，非常感恩你们，谢谢。非常感恩，来了啊！咱还有精彩的节目，继续再来跟做分享。各位电视机所头前敬爱诸位，咱的菩萨以及咱网络的菩萨，咱小张伟公益电视台今仔日有够荣幸，啊来伫咱哦，啊咱长的，啊咱这个服务处者，安尼哦，今仔日的是咱一年一度，咱这寒冬送暖。啊！咱首先来先互钓下来吼，来甲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以及咱网络咱这观众朋友，还佫现场，咱所有好朋友们好来，钓下来请，来，互你。咱所有的小张飞啊，爱甲支持的亲朋好友啊，今仔是登录爱心会一年一度啊举办的寒冬送暖的这个活动啊，甲今年连续21冬。啊，目前发放的物资呢，已经超过了50,000。啊，除了安尼以外，逐冬的收麦的，啊，除了爱心麦，当然来收麦着一般无法当收麦的人呢，包括日木、浸塔、灰化，啊，甲咱诶整个的费用，除了小扣钱，啊，无做损益话，全拢全部圆满。啊，最近啊，包括有春联啦、啊、免费义诊啦，啊，来遮注疫苗啦、啊、流感啦、啊、等等。啊，拢是一连贯的作业。啊嘛，感谢社会各界长期性支持着这个活动。啊嘛，感谢小张飞呢，对着这个公益事业的这个推动，啊，让这个社会更加温暖，人民百姓有爱心，功德无量。再次来感谢大家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平安顺遂，新年快乐。然后呢，伫这咱再一次爱感谢咱长的。在咱民国103年，我还阁会记得，在咱议会当中，啊来甲咱小张伟公益电视台，啊来有来甲咱斗帮战，对着咱这个弱势团体，安尼哦，甲今仔日我已经13年啊，安尼长期来，咱长的呢，一直对着咱社会公益，安尼帮战，我希望甲寄望，会当和咱长的共款。小张伟公益电视台，咱继续搁个延续落去。哎，今仔日呢哦，看到咱这个也就是咱每一年拢有做到这个从寒冬送暖的就对啦哦。哦，逐冬都逐冬都，啊，拢会遮呢，互因一个温暖呐。啊，较特别哩，拢会来煮瓜丸仔汤，啊，煮一个烧汤，啊，哎呦，阮大家感觉来遮时阵啊，真温暖，啊嘛，腹肚较饱饱安尼哦。啊，物资真多啦，真丰富。啊，希望过一个年吼，啊，大家爱共襄盛举。小张哥做了嘛真好，所有电视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希望发挥爱心做公益事业，谢谢。好，啊，咱今仔日感谢着咱长的接受着咱啊，咱小张哥这个采访。啊，等下咱陆陆续续会来发放着咱这个物资哦。啊，咱稍等一下。哦，就请到咱哦，咱长的呢哦，来做到这个发放安尼。啊，因为咱这拢有一个隐私权，所以呢，咱请导演哦，啊，等下领物资的时阵哦，拉背就好啦哦。啊，咱非常感恩到咱长的，啊，甲咱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啊，等下咱继续特别来做到这个发放的动作。
感恩你啊，非常感恩你，感恩你。诶，这二工哦，拢交入来一两百，工袂等你快做先者咧。安尼哦，二工诶，谢谢感恩感恩。咱落来要咱介绍这位啊，就是咱今仔日会当讲哦，有呐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因为咱的这个登陆爱心慈善会，捧着咱张的拢做伙办着咱这个哦啊爱心寒冬送暖啊，咱这个工课啦，来啊，咱请着咱的理事长来甲大家问好者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哦，我是。登陆爱心会新任的理事长，感谢大家大力各方的支持，哦，爱心会会当一直成长，啊，成就大家平安顺遂，国泰民安，哈、啊。安尼，咱足甘心的吼，就是讲，恁今仔日听讲哦，敢那志工哦，都未少人出来伫现场啦。啊，咱今仔日咧，咱像这个画面哦来，咱导演小看者。咱这样的这个画面，这样的这就是规个咱的志工哦，都尽力哦，他在那边发放，就是咱的一袋一袋这个物件安尼啦哦，安尼哦，哎，非常感谢着咱的理事长你，哎，我来甲带导演哦，一一哦来甲做着一个介绍安尼啦，理事长你辛苦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你们都辛苦你们，来导演，来，这样哦，咱有看到哦，会当讲哦。咱较前啊，九点就要发放到咱这个物资，啊，咱这志工呢，已经拢开始哦，直接就上到这个物件，啊，来甲做了这个准备啦。咱今仔日呢，有发放到的物件，哦，真多呢，哦，咱今仔日哦，像咱这底下是底这卫生纸，哎，个有啥？个有导游，哎。沐浴露，搁有沙拉油，搁有起膏，搁有起膏，搁一泡面，搁一撮泡面，还搁有米，还搁有泡面。哇，这拢就是来发放哦，咱的低收入户的对啦。哦，每一个人拢总一份的对啦。所以呢哦，啊，咱会当讲大家辛苦啦哦，大家辛苦哦。哦，啊，咱较前啊，咱就开始都要发放啊嘛哦。好，辛苦，来，导演哥，人家来，一旦讲降息了哦、喔，来，咱这里小花呢有贵哦，这里已经哦、喔，直接准备哦、喔，到单台哦、喔，咱伫九点的时间了，咱就要来发放，你来看哦，一旦讲白米哦、喔，来白米，头拄因有讲过呢，白米啦、沙拉油啦、豆油啦、卫生纸。奖拢有一份哦，辛苦辛苦辛苦啊，辛苦辛苦辛苦，来来来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，哦，啊，咱将士咧，要来遮呢，拢爱做登记啦吼，吼，拢爱做登记安尼哦，好来，我们的志工非常非常的多吼，啊。啊，咱今仔日呢啊，会当讲哦，看到这个画面呢，有呐非常的好哦。啊，尤其呢哦，恁有看到哦，咱的主任哦，因呢啊，如果有坐轮椅的哦，咱有呐拢安尼特别另外安尼都给做服务。我感觉哦，咱小张的公益电视台今仔日来采访了啊，因这个现场只会当讲非常的好哦。物资呢，啊，已经正式要开始啊。啊！欢迎着社会各界，甲这志工会当互这二十二单来，啊，持续绵绵不断。再次预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啊，新春如意。那我们将要正式呢发放了第一支的物资哈，啊，那是咱今年会长，啊，今年会长感谢的做爱心，来啊，来，咱正下要做发放哈。来，咱这有着咱的理事长哦，哦，来，要来咱发放着咱这个物资哦。啊，你这个，哦，来，来，哦，庙嘛吼，哎，咱来做着这个发放。平安是金沙红宝啊。啊，咱电视机所头前，咱的菩萨网络的菩萨，你有看到咱这个现场哦？这个哦，人已经拢往排到后壁面去，安尼哦，非常的多人，啊，所以呢。啊，会当讲哦，一年一度哦，哦，较慢呢，顺行，谢谢。啊，所以呢，一年一度这个寒冬送暖的家哦，你也看到，
会当讲哦，咱的工作人员大家非常的用心，安尼大家拢摕着咱这个单哦，咱的低收入啊来领着咱这个物件，啊今仔日呢会当讲非常感谢着咱哦，真侪咱这个单位啦，诶这个支持的赞助，才有今仔日哦咱这个场面，啊我嘛希望着讲电视机头前哦咱的菩萨啊，咱网络啊咱这个菩萨呢，咱哦会当讲哦有一嘴饭人吃。哦，咱会当来给咱哦，这弱势团体的哦，有一嘴饭人吃。相信呢，咱小三会公益电视台今仔日呢会当讲哦，啊，作为呢来扛着咱哦，台南市咱登陆慈善爱心会哦，啊，甲咱一寡这个单位哦，啊，甲咱长的哦，因作为来做着这个公益，会当讲非常的好哦。啊，目前呢哦，现在拢开始已经哦，啊，都发放着咱这个物资。发动了这个物资，啊，伫只哦，在你啊物资当中呢，啊，咱拢对着咱这个名册，不只是安尼啦，哦，来伫咱这个物资当中呢，哎，这拢是每一个物资拢都是，大家拢辛苦赚钱来，啊，买物资啊来帮助着咱这吼低收入户，哦，啊，咱暂时呢哦，另外过来咱做着啊边啊这个介绍呢，来咱来介绍你哦，啊是现场呢。啊，伫只哦，哦，咱有咱这个春联哦，来咧送哦，咱每一位哦，啊，咱这哦好朋友呢，来，咱队友啊看一下安尼哦，哦，拢伫现场呢哦，拢伫现场，啊，来到哦，现场现写，啊，写咱这春联哦，来送了咱每一位啊，咱这个好朋友安尼啦哦，哦，所以呢，大家辛苦嘛，啊，哦，我们辛苦了，辛苦了哈。哦，辛苦辛苦哦！在咱现场呢哦，现写哦，现写啊！咱这个春联呢啊，来送大家哦啊！咱好过年安尼啦哦，咱好过年。来，另外呢，这呢啊，咱这的就是哦，咱这是算啊，咱这个衫裤哦，咱这衫裤不只是讲哦，咱这个。啊，白米啦、豆油、沙拉油、卫生纸、清洁用品啦，吼、哦，还佫有另外哦，还佫拢有这个衫裤就对啦。这是每一个人一个衫裤嘛，敢是安尼？嘿，哦，这是是衫呢，还是佫有裤？衫含裤拢有，啊，看等级领物件。哦，嘿嘿，衫哦，啊，等级二级、三级。好，各有分年的就对了吼，啊，大家辛苦你啦，好，辛苦你们了哦，好，谢谢。咱这个今仔日的这个活动哦，不只是讲
来发放到咱低收入户啊，咱这物资啦哦。另外呢，还佫有呢，就是咱的意见哦，咱哦伫遮呢，会当讲哦，即拢大家拢哦，咱的桥灯专业啊，这个检讨啊，有呾拢伫现场哩，来做了咱这里哦啊意见，对了咱这里哦啊，帮助了咱这弱势团体安尼哦，啊大家辛苦了啊。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哦！啊，你也看哦，哦，我们帅哥美女哦，大家拢非常的用心，啊来今仔去伫遮意见安尼啦，来到安尼哦，还佫有呢，啊，咱哦有咱这个哦，今仔去也就是咱这个乐团的哦，哦，哦，你也看，哦来，啊这来干做这宣传，嘿，哦，咱的桥灯啦，哦，谢谢，感谢您啊，谢谢您哦。啊，有咱的这个乐团的伫现场哦，来做了这个演出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。另外呢，咱介绍者也就是咱这个哦，哦，不只是讲发放的物资，还佫有予咱这个啊，今仔日来领物资的啊，大家哦，哦，拢有咱这个哦，哦，你来看嘛，有咱这个丸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是甚物丸啊？红地丸。啊？红地丸。红地丸哦。哦，啊，大家辛苦您啦！我们这些志工，大家辛苦你们了哦。嘿啦，咱拢非常的辛苦呢，谢谢你们安尼啦。啊，咱会当讲哦，今仔日呢哦，哦，早早都拢哦来遮咧准备到这哦，啊，要伫咱这个时间，互咱所有哦，咱将会看到哦，咱啊安尼哦，啊，咱这个发放的物资，去领物资完，可以当来食到咱这个哦。哦，烧烧的呢，所以寒冬送暖，送这个温暖给他们，这非常非常的好安尼啦。所以整个哦，今仔日会当讲哦，咱这个哦，画面哦，看起来拢非常的温馨。啊，个电脑还佫有咱这个哦，啊，街头艺人的这个啊演出，他俩咱佫继续佫来个做音乐。另外呢，啊，这个场所哦，哦、啊，这我就较无清楚，无了解。美女你好，你好你好，哎、欸、你好，咱将你这个单位是做什麼，我是台南市安南区的卫生所，在地卫生所。卫生所，是啊，咱今仔日是来做什么工作？咱配合因的基金会活动，咱来做迄个肺部的 X 光检查，吼，爱使检查迄个肺结核，吼，啊，而且咱边啊这边，我个阮的所长带我们的团队出来，咱要做迄个感冒虾，啊个肺炎的虾，吼，总共三种服务安尼。安尼哦，嘿，对，你讲。对啊，是啊。嘿，咱电工车伫咧外口迄台，吼，啊，所以啊，遮提资料，吼，啊，后壁遮电脑有看到无？这边就是咱在挂号，嘿，挂号会使做咱今年度的感冒虾，啊，搁肺炎、肺炎链球菌，吼，啊，阮所长医生伫遮，所长，所长你转个身，嘿嘿嘿，所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辛苦啦，啊，咱会当讲哦，啊，咱卫生所有来支持着咱这个爱心，啊，对着咱这社会这个贡献。这非常你好啦哦，啊，感恩你，啊，这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哦，啊，所长，你们大家辛苦了啊，辛苦你啦，啊，好，谢谢，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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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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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今天哩真感谢咱小张飞电视台哦，来采访咱一年一度。登录爱心会的爱心飞扬吼，继续哩吼，过好年的活动吼。啊，今仔日嘛看到现场吼，遮志工做热心吼，啊嘛有免费的点心吼，啊，佮有春联，互民众来提用吼、享用吼。啊，真感谢小张飞电视台吼，再次感谢，谢谢谢谢吼。啊，咱今仔日呢，今仔圆满成功，会当讲哦，来。我已经感恩者，啊嘛爱甲咱理事长感恩者，啊咱小张伟工业电视台看到咱的这主任啦、理事长啊，带着这志工这么用心呢哦，啊，伫这呢，咱代表着咱弱势团体，甲恁做一个感恩哦，哦，啊祝恁哦，会当平安快乐哦，谢谢哦，感恩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咱电视机头前咱的菩萨。网络的菩萨，今仔日咱小张伟工业电视台来配合到咱长的哦，也佫有咱这个登陆啊，咱慈善爱心会到咱各单位，
来到这一年一度这个寒冬送暖，大家做伙做，做伙行，会当看到来发放到咱这个物资哦，咱这个哦低收入户弱势团体，有咱的白米、豆油、沙拉油、卫生纸、清洁用品，还佫有甚至大概有衫裤，还佫有帮因预检，嘛有用烧烧的丸仔汤来都互因食。嘛有维生素的，出了伫咱家里，来都给人照着咱这个 X 光，甚至呢，伫咱这边过年，还阁有咱的哦，写着咱这个哦，书法的大师来写着咱这个哦，春联来送予大家好过年。今仔日呢，咱小张辉的我去看到咱这个场面当中，咱小张辉工业电视台已经13年啊。咱13年来，咱坚持就是无募款，予咱社会人士咧，会当来帮助咱这弱势团体。啊，今仔日非常感恩了咱整个咱慈善团体，咱目前咧因邀过咧伫这个发放当中，啊，咱这个节目咧哦，啊，伫这嘛爱来甘过一段路，啊，伫这咧咱小张伟啊来祝了咱所有啊咱这哦低收啊咱这弱势团体。会当过好年，会当平安，更加感恩感谢你，也就是咱小张伟电视机头前，咱这菩萨，恁的付出，恁的爱心，同因共款，大家拢做伙行，做伙做，在一处来甲咱做感恩，来甲咱做感谢，祝大家平安，祝大家快乐，感恩。有着咱哦啊，这个街头艺人伫现场啊，来甲做着咱这个哦啊演出的，互咱电视机头前，那咱这菩萨会当来哦做着这个欣赏。今仔日来到这，一年一度的寒冬送暖，看到咱所有每一位咱这好朋友，会当讲大家这么热心，志工这么多，还佫有咱真侪单位哦，拢来咱做了这款的这个服务，非常的好。来，咱继续佫来佮欣赏哦。非常赞，非常好，感谢你们，谢谢，在这里按给你们按赞哦，大家辛苦了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感谢您的爱心，谢谢。